常在想一个问题，怎么那么多？年轻人想当明星是为了什么？男人愿意当小丑，女人自愿依托，抛弃新闻往哪醒了没呀？这个梦，帮我清理一下我的喉咙，跟你说，十七八次来找谁来冲？因为一切都是假象，不是你们想象，这个圈子本来就是这样。你是超级新人王，连佛也为你跳墙。你是华语音乐扛把子，在你身上太有风光。我有多烦恼多难熬，没有人烦我有多难熬。你的笑比蒙娜丽莎还迷人，你拿麦克风的样子好比自由女神。你的知名度甚至超过前总统蒋公忠正。Oh my god， 你比耶稣还神。你是爱做梦的新人王，一定拿好多奖，大家为你鼓掌。拜你家偶像，该你上场，唱片公司股票就上涨。你在八面盗版上嘴角就开始上扬，口水歌最擅长，那 hit 哈巴拉也从来不用你唱，现场声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你一定会唱。的新人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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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人王。这个明星梦，你醒了没？你醒了没？女生小心一点，别再执迷不悟。不听有歌言，吃亏就在眼前。为了登台的机会，还要上床陪导演去了香港拍片。但是要录三点，怎么全都录了？最后假戏真演。第一集始终是个不起眼的花瓶。第二集和男主角有了深情，对手戏。到了第三集天，只是出去 A 米戏。光华上转到处都是你的光片片。Yo yeah， 我的举例说明或许有点太贱。真的天真以为这个圈子男人都是太监，老佛爷啦，你才够贵。你是爱做梦的新人王，一定拿好多奖，大家为你鼓掌。拜你家偶像，该你上场，唱片公司股票就上涨。你在八面盗版上嘴角就开始上扬，口水歌最擅长，那 hit 哈巴拉也从来不用你唱，现场声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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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一定会唱唱唱唱唱。RRB 的声音响给。还不如这，吃饱还不过瘾就想废，于是往下坠入上流社会。许着我的新人王，只好检查检查自己几两重，一定要够台，不然怎么干得掉两个五两个六？如果唱对嘴都能够唱到七零八五，一个呢歌唱比赛人山人海，两个呢巴拉哥呀叔叔玛呀大家都在三，三个呢听去听来都是在拉赛，三个呢国际代表主办单位下，一个呢歌唱比赛人山人海，两个呢巴拉哥呀叔叔玛呀大家都在三，三个呢听去听来都是在拉赛，三个呢国际代表主办单位下。爱做梦的新人王，一定拿好多奖，大家为你鼓掌。拜你家偶像，该你上场，唱片公司股票就上涨。你在八面盗版上嘴